拍了一个房子叫做七十二号，圆明路七十二号啊，我们设立一个当代艺术空间。那李慧智呢，喜欢做地景艺术。那做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刚刚李慧先生问哈，什么叫风向？风吹在沙滩上面，形成一种气旋，就是这个圆圈圈。这圆圈圈不是他画的，不是我画的，是风画的，但是不太清楚吧？我们去在旁边拿了很多的芦苇草，去把它插起来，把那个风吹到沙滩上造成的漩涡的痕迹强调出来，啊，它就变成了这样。啊，这个，那因为我也一起去工作了，我要讲我还蛮感动的，哎，这个是大自然的，的一个现象，地景现象。这个墙是什么？这个是水管。水管不是桥啊，那不是小，那是水管，是地，在西螺大桥旁边。好，那风向。嗯，这房子原本是原本的主人，他们是在还有在用这里吗？还是离开了？我们能够用得到的房子，基本上都是被遗弃掉的。那你们怎么取得他们同意？这还联络得到？去讲啊，因为我们允诺他，我们会尽可能的。用公共部门的资源来把它修复起来。那你说你们即将要离开这个房子，对不对？那你们不是说即将，我说我们签到，签到啊，我们有五年，对，但是不一定不会再继续留下。对，但是因为那每辆都在上面。啊，那是公司你回家这边啊，要怎么办？这是私人财产。这是私人财产，当然啦，这是私人财产，我们不是共产党。那我们基金会其实我们做老街活化做了六七年哈，我们不是只有管理这间啦，我们还有管理对面81号的背包客栈，还有管理106号，现在要成立一个青年聚落，我们还有管理72号，我还有管理东市场里面的一个伽马点，我们总共管5间。都基金会管。就是、我们直接管的、啊直接，直接每天要去开门啊，然后另外就弄一个艺术家在那里啊，要不然像今天有7个人要去住背包客栈，我们就要去清房间去换那个枕头套，哦，啊去给年轻人住。所以就这样，现在有基金会在管理，这个基金会就是那个罗阳文教基金会。那个阳是代表什么？罗是西罗，对，西罗阳是这个是以前的诗人。你想想看看，哎，给我给我。我阿妹小名叫做古丽，我是摄影夫人。古丽吗？哎呦，谢谢谢谢。谢谢谢谢。谢谢。哎，平常时，拢回家，干几块？几块嘞啊？几刀啊？我平常时拢是几块嘞啊？我是西丽人，啊无我要去倒位？你讲什么性格呢？你是华中区吗？你忘掉我。我念手，你忘掉我真一直看你，你好像我，可是你头发变了。10多年前社造，对不对？你还我还叫你去那个垦丁啊，帮我上过课，我还知道你书法写的。啊，对对对对，有记起来，记起来，想起来。哎，不是跟廖生告诉你，可是你也现在也不一样，长得变什么？变什么老了？没有，我们都花了快20年，快十多年，快20年的事情了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对啊我这弄得很漂亮哎。对啊，但是我们刚进来的时候哈，覆水覆电以后摆2个桌子在前面工作，连厕所都没得用。我去对面青年花卉啊借了2年的厕所，慢慢修慢慢修，往里面修，修到现在房间可以用。其实有一段很辛苦的。从那个刚进来到现在几年？20年。12年就进来要开始修啊。对啊，對啊對啊，这个十二年。那时候有没有记录？就是旧房子应该把那照片。钢板都有。有吗？哈，在哪里？那个洞都有，那个洞都有拍下来。再把它拍下来。怎么样？你要在那边开家族会议，还是要继续走？啊，对啊，继续走，继续走。要不然坐下来都不动。